徐阳脚下轻轻一扭，强大的领域力瞬间崩碎了这只金头剑石，护住了身边这家伙的性命。侧过头一看，这货已经被两大强者的气息吓尿了，哆哆嗦嗦地愣在原地，连声都不敢出。别怕，我说了不让你死，没人能威胁到你。多谢大人。忘忧台之巅，一簇灯火瞬间引亮，紧跟着阵阵琴音缭绕不绝，整个清幽的丛林内，每一缕气息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幻音，好强大的精神力啊！所有人立刻入定，守住心神。徐阳立刻开口传音，身后众人在场也唯独他和无双两人能够在这袅袅琴音之下安然无恙。阁下的修为令人钦佩，不过你若想来救那几个叛逆，可是没那么容易的。琴声戛然而止，忘忧台上那一道纤长的人影腾空而下，似乎和背地里射箭的那家伙并不是同一人。这声音亦是雌雄难辨，亦正亦邪。黑影落地的一刻，只见一双清澈的眼眸凝视向徐阳，又看了看身边的无双，这人似乎是露出了清冷一笑。英雄美人，哼，好一对珠联璧合的人啊，不知你们入我燕之国所谓何事？来寻一位故人，仅此而已。啊，跑到我燕之国来寻故人，这样的借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徐阳哼笑，哼，不管你信与不信，这便是我真正的来意。至于湖下那人，我也是一定要救他，没人可以阻止我。面前这神秘人倒也没有反驳什么。我不会阻止你的，放心。不过你也别想找任何帮手随你一起入湖。你若真的有本事，便独自闯阵，只要能将那三王子几个叛逆救出来，人随便你带走。哦，一言未定，神秘人哼笑。哼，区区一个丧家之犬，我还不需要放在眼里。你若真的重视他，随你去救，我感兴趣的是你身边这位绝代佳人。说着，神秘人将目光落在了无双的身上。不知为何，徐阳突然有一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感觉，那是独属于男人的一种本能。这两个家伙碰到一起，似乎会擦出一种异样的火花。也正因为这一瞬间，神秘人看向无双的眼神让徐阳几乎可以确定，这个蒙面的妖异神秘人八成是个女子。这婆娘交给我，放心去救人吧。无双只淡淡说了句，同时朝前上了两步，拉开了阵仗。一时间，无形之中，两股无比庞大的精神力同时扩散向整个丛林，让湖岸上这方战场的气氛变得冰冷到了极点。我的天，有点吓人呐，这两个女人都不简单啊。奇怪，没听说燕之国有如此强横的女修啊，这家伙究竟是什么身份啊？徐阳团队等人纷纷向后撤开，主动靠在旁边一棵大树下，将这片战场留给这两大无比强横的女子。而湖面那头，徐阳踏水而来，开始试探湖面上的阵力封印。与此同时，暗中角落那神箭手也悄无声息地将注意力锁定在徐阳的身上，再一次弯弓搭箭，随时准备出手。这阵法能量十分强横，但却总让我觉得有那么几分熟悉。徐阳心中这么想的，本能地探出一掌向湖面。果然，这阵法，徐阳同女帝雪清寒同样拥有灵魂共鸣的默契程度，殊不知这阵力当中的能量流动规则，正是女帝和徐阳曾经联手释放过的结界。难道说，那神秘女子会是阿雪？正分心的功夫，身边嗖嗖飞出数道箭矢，让徐阳来不及思量其他，只能全神贯注地一面试探法阵的阵眼位置，一面躲避来自那诡异箭手的攻击。脚下踏在湖心中央，徐阳终于开启了阵眼机关，却也在同一刻，整个湖面周围燃起了无比恐怖的能量波动。紧跟着，湖面上的这波纹迅速消散，整个湖泊都在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冻结在一起。原来如此啊，
这法阵果然是依靠冰属性的力量催动，将纯粹的冰属性本源融入下方湖心阵眼，一旦触碰湖面上的禁制，冰属性力量完全释放，封住湖面，自然达成了封锁入口的目的。不光如此，整个湖外围皆是笼罩住一层雾蒙蒙的光浪，像是幻境一样的错愕感仿佛浮现了出来。迷茫之中，那持剑的高大男子亦步亦趋地凑上近前，通体释放着冰属性的气息。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何你会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了。你体内的冰属性力量便是触发着法阵守护功能的重要媒介。很聪明，你既然知道我在，你不可能攻入水下，还是放弃抵抗吧。说真的，我不喜欢和你这样的强者为敌，很麻烦。速速离去，我不会找你的别扭。徐阳冷笑，我这人从不会放弃任何想做的事情，只要迈出了起点，就一定会走到终点，这是原则问题，绝不会因为中间遇到什么障碍就会放弃。你有规劝我的经历，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阻止我的力量吧。这弓箭手玩味地笑了笑，哼，你很强，但你的自信似乎还要凌驾于你的实力之上。那你就瞧好吧，看我到底是如何破了你的冰阵的。许阳根本没有借助自己的修罗之力，甚至连修罗之剑都没有召唤，直接一掌拍在冰面上。闭目凝神的一刹那，许阳脑海中本能地出现了曾经同女帝一起并肩战斗时灵魂共鸣状态下的精神频率。片刻的功夫，冰面上的裂痕肆意膨胀，随着第一道皲裂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陆续上演，最终完全崩碎了整个冰封结界。什么？这怎么可能？他是如何知道这阵法内冰属性力量的运转规律的？这阵法可是主人亲自布下的。强大弓箭手这样的心理活动，徐阳并未得知，但仅仅是从这家伙的视野中，徐阳便看得出对方是何等的震惊了。我说过，我要去的地方从来都还没有放弃的时候，而且这法阵其实是我最先发明使用的。你还是太年轻了，